公益自己做就好，消费弱势越看越讨厌，哦，流量那么差还去做公益，谁想看？先救救自己吧，留这种言的你。如果你是在开玩笑，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好笑，哦，如果你是认真的，那你去下地狱吧。Yo, 大家好，我是齐老大哦。拍片到现在已经3年多，快4年了哦。小黑说今天呢，我们要拍一个真男人哦，回复黑粉的影片啊。我们有黑粉吗？当然有。有吗？不是哦，每一支影片我们那个喜欢和不喜欢的比例有超过20:1、10:1吗？还是有很多？还是很多，是不是？好啊，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就请小黑啊帮我准备。所有最毒辣骂最凶的留言，我们一一给他正面直球对决吧。来，马上来看看黑粉第一类啊，眉毛来看看他们怎么说哦。这个眉毛是纹眉吗？第一眼看好怪哦。还有人说纹眉毛的男人真尼玛恶心死 gay。啊，一开始攻势就这么凌厉，还给恁们人身攻击。好，我告诉你啦，我就是因为太不在意了，所以雾眉给他留到现在。这个背后是有一个叫七美的故事。大概是一个7-8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是想要当这个雾眉师，所以就拿我去练习。结果他现在已经成功的在对岸开了好几家美容的公司了，但是却在我的脸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有点那个绿绿蓝蓝的颜色，有没有啊？而且我告诉你，你看一做表情是不是还有点高低不一样啊？真的是挺丑的啦。但是我是本身是很懒惰，所以就没有去雷射。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黑粉的留言，长篇大论，屁话太多，浪费时间。好，有一些人说什么浪费了18分8秒在看废片，妈的，你们去医院里面看诊看10几分钟，你会跟医生讲说干嘛药赶快开一开，废话少说吗？啊，你把我们这一台当 Discovery 纯科普知识频道我们这一台就不是嘛，喜欢用一种比较闲聊的方式把这个养生的观念教给大家不过的确我是承认了这个我的屁话是稍显多了那么一点点，岂止稍显，非常多，好不好？好啦 ，OK 不过你们如果真的是喜欢短影片的啦那种 Reels 1分钟丰胸法，1分钟减肥法，1分钟教你如何变得有魅力，1分钟分辨渣男的，好不好？立刻现在就去追踪我 IG， 那个还没拍，还没拍是不是？好啦，反正就还没拍，快拍了，好不好？下个月我们就拍好，陆续上去。你们先把 IG 追踪起来。好，再来看看第三个有没有人说什么黑粉有网友留言说都是一些老人笑话，根本自嗨。还有这个孤狼说观看超低的百万 YouTuber 超无聊，粉丝全都是自嗨的智障，骂我可以，但骂七位粉就不能接受，因为我告诉你，我们这台的粉丝都超正的，我没有去演讲过，我告诉你，我们女粉丝很多都是这个非常有质感有品味的因为为什么？重养生你是不可能丑到哪去的嘛有这个仪式感的话你气质也是绝对很好的嘛，所以你要去看一些什么新三色的台什么，对不对？烦什么的啦什么再什么就等什么的啦。那种你去看他们的好不好？我们这边就是气质挂的粉丝的轮廓年龄当然是稍微比较这个年长一些是没错不过其实 YouTube 不就这样嘛你们喜欢吃卤肉饭，你就是这个小吃摊吃嘛想要去吃串烧的你就居酒屋吃干，你跑到我这台米其林的，然后结果点2份鸡排，还说要剪开炸酥一点到底是你脑子有洞还是我脑子有洞？再来下面一组黑粉厉害啦这个一看全是业配，老大业配真的太多了，不管看什么都觉得是广告，干就是业配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我这台又不是浩浩那一台而且我都没有叫你们上班不要拿钱了你干嘛叫我拍片不能赚钱
啊，企划啦，哦，场地啦，啊，什么器材啦，剪辑啦，一大堆啊，一个频道的营运成本真的是比你们想象的多啦，哦，而且啊，哦，你们看影片是不是啊？那个广告啊，不可略过的，你还给我一直想要略过，有没有啊？哦，我们都没有跟你们收钱看我的频道了啊，哦，而且 YouTube 的那个分润又很低啊，哦，简直是跟你那个熟工的尿量一样，哦，那么少啊，哦，滴答滴的那种那么低。那我们总是啊是要跟厂商来要钱，对不对？哦，总不能你越来越美，但我越来越穷吧？哦，但是哦，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定可以跟你们保证，也是我们频道持续在做的事，就是对所有的商品绝对是严格把关，绝对是讲实话。哦，十个业配基本上来找我们频道，哦，这个我们接不到一个，对不对？小黑，差不多，是不是？好不好都超过了。对呀，啊，绝对是30个我才接一个啊，差不多啦，真的没有到顶好用的，没有到这个品质是，哦，超级好的，我们是全部都不接，是真心啊觉得好用的我们才会接啊，啊，真的是啊，你们能够理解吗？好啦，我们再看下一个留言啊，这个吃中药减肥，我他妈听你在胡乱，还有人讲照你讲的做青春痘还是一直长，庸医，我拍影片又没有收你们一毛钱，你们凶个毛啊，真的啊，哦，你肥得跟猪一样，或满脸痘痘啊，当然还是跟什么遗传啊，什么啊，哦，这个体质啊，哦，生活习惯啊有关系啊，哦，你可能喝了中药，但是你根本不运动，或者是你即使你这个按了穴道哦，还是这个胖老爹一桶一桶的点啊，那个会有效才有鬼嘞啊，哦，肥胖有各种型的啊，什么痰湿型的啊，虚胖型的哦，代谢很差的，还是你吃太多的哦，每一种减肥方式其实真的都不太一样。好，我们在这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拍影片，尽量啊给你们讲清楚哦，但是啊也只能讲啊那些最温和啊，哦，比较适合每一个人的办法哦，是真的没有可能对每一个人啊都对症下药，而且那个效果啊也绝对不会比你直接来诊间找我看诊有效，好吗？哦，不过啦，老大还是真的有努力做到了，只要是我在影片里面提出来的办法，真的70%以上的人跟着做就绝对会有效果。哎，真的，你看着我坚毅不拔的眼神，好不好？我不会骗你，好吗？啊，哦，所以啊，真的，你有照着我教的方法去做的话，啊，哦，不管有没有效果，你给我留言一下，好，哦，让这个老大来看看，好不好？再来哦，下一个留言喽，哈，77老大自己又不高哦，没有公信力，哦，这个应该是在讲我们教那个长高的那一支影片啦，哦，真的是这样子。如果照你这个逻辑来看，那是不是只有姚明可以哦教长高哦，熊熊才可以教丰胸啊，或者是这个 Toys 才可以教这个赌博，啊，青青可以教那个设计啊？对啊，这个仙人啊掌的部分，好不好？哈，哦，这个真的是啦，因为我自己就蛮有感触的哦，因为是这个我只有175公分嘛，是学完中医之后拿到执照，已经快要30岁了。如果年轻的时候在发育的时候就有人教我一个这个正确的长高方式，开玩笑啊，多长个5到10公分，我还要在这边卖艺吗？对不对？直接就卖色了，好吧？没有了，不会了啊。所以啦，其实就是学到了这些中医的知识哦，想办法告诉我们哦，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哦，这个在生长发育期，你不要留下遗憾嘛，哦，这个多长个几公分哦，魅力更好，好不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公益自己做就好，消费弱势越看越讨厌。哦，流量那么差还去做公益，谁想看？先救救自己吧。留这种言的你，如果你是在开玩笑，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好笑。哦，如果你是认真的，那你去下地狱吧。哦，做这个系列基本上啊，老大是真的想要抛砖引玉哦，让社会哦更善良一些。所以无论我的流量做这系列再差，我都会继续做下去，管你是糖宝宝、自闭儿、流浪动物，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都会透过自己的力量和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再来下一个，
讲话一直翘，莲花指娘的要死。还有人说手势超多，以为在看布袋戏哦。还有说语助词一堆，越听越不舒服。基本上老大是客家人啦、啊、哦，所以真的哦，这个结尾哦不用语助词哦，我是浑身的会不对劲，好不好？所以这个没办法控制不了，好不好？这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再来，莲花指这一件事情。是我自己不知道，是最近看影片我才发现。好久了，对，真的是就是蛮恶心的，我知道。哦，这个我会改善，好不好？哦，那至于有人说手势一大堆呢，这件事情我其实平常啊日常生活是真的不会。哦，是大概是最近三年开始去拍 YouTube 频道之后养成的一个习惯，因为一开始拍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正襟危坐面对的镜头，坦白讲是有一点尴尬，所以必须要加一点手势，想说那个气势会比较强，好讲话会比较有安全感，所以久而久之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啊。但是你们自己每一个人讲话不也都会有这个习惯的方式，什么口头禅啊，不要对老大那么严苛好不好啊。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哇靠，这个相关留言居然有70个赞。他说：“医师再去练个腹肌会更好，肚子很明显在那晃啊晃。”哦，还有人讲整天讲健康，自己这么胖啊？哪有？我肚子有很大吗？啊，有吗？这样有吗？有吗？坐下来，坐下来，还好吧？啊，好啦，我承认啦，哦，这是过年到现在是真的有胖一点点啦，啊，好不好？从今天开始，我会努力的，好，这个健身，好，让你们当榜样，好，夏天之前，好，我一定会把身材弄好给你们看，好不好？不过真的啦，还是稍微啊，大家放宽一下标准。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家里附近的一些诊所啊、医院啊，你们去看一下里面的医生。好，基本上我已经是比70%瘦了吧，对不对？也差不多有比个这个80%帅了吧。好，所以 PR 值算算怎样也是有一个78。所以啊，真的啊，是不要一直嫌弃我啊。哦，你自己有没有遇到什么黑粉留言比较特别？哦，有一个粉丝啊，他骂我说：“哎，你割双眼皮哦，也就算了，哦，还每天假中立评论时事，这个啊，我真的不能忍了。”哦，结果后来我左思右想，哦，才发现啊，他搞错人了。好，哦，后来我就把信啊，这个转寄给自己亲戚了。真的是这样子，真的啦，认错了，认错了。哦，还有一个粉丝也是我印象非常的这个深刻。哦，有一个粉丝哦，哎，来给你们听。好，哦，他真的是哈，哦，这个照三餐哦，啊，哦，这个传讯息问候我啊，你们看超多有没有？超多哈，哦，来，靠北啊，一直拍要东西干嘛，啊？越拍越烂。哎，啊，真的是。好了啦，老人，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啦。哎，真的是真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他两年前他的女朋友是我的粉丝啊，结果看了我们的影片之后，无论怎么身材啊，什么格局、气场啊、眼界哦，都提升了。之后后来就跟他分手之后，男生觉得都是我们频道害他的，好不好？结果就啊转成黑粉，每天骂我，风雨无阻啊，真的是连那个确诊的时候卡痰他都来骂我，好不好？一开始我也是挺走心的，但后来习惯了之后，反而也把它当成是一种陪伴，你知道吗？这么大气，反而是一种鼓舞。结果突然你知道吗？大概就是一个多月前，他开始就不骂我了，我还有点担心，害怕是说这个看到他有一些什么不好的消息。哦，可能是什么已经看他的动态，原籍成为一颗色粒子。靠北死了，哎，真的是没有。结果最后，哦，真的是我有去看，他是交了一个，哦，长得有点像陈绮贞的女朋友。哎呦，哎，然后从此又过上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好不好？哦，祈祷这一次，哦，这陈绮贞呐，啊，哦，这个不会再是我们的粉丝，好不好？哦，再来我们看下面的黑粉，哦，还有多少啊？啊，这集会不会拍掉一个多小时？啊，来看下一个，你们他妈到底在拍什么？啊，酒到底会不会喝？随便讲一讲，骗不知道的人。啊，还有人说这个没教养教人喝酒，那是你们两无知，你们两是我们两。对，啊，对对对，啊，因为那集是我和小黑拍的，根本不懂中国人喝酒的文化。哦，我也好威士忌，
绝没你两位未赚流量一把威士忌捧上天。我如果只是去公园里面打球，难道就不能跟大家分享今年金块队强到爆吗？对不对？啊，分享心得其实不太会去管说啊这个专不专业啦。啊，你们该要去想一想的事情是，我不专业，但为何会有人来听我分享？啊，这个感受。那你很专业，为何没人在乎你的想法，好不好？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从来不装逼，懂吗？再来下一个，这个黑粉啊，百万 YouTuber 惊叹号问号，这个影片的水准是小学生做的吗？哇，真的很凶残，画面单调，音量忽大忽小，哦，低成本。垃圾片，还有人讲的话真的是，这个老大承认啦，这的确是我的错，因为在影片的制作我真的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好不好？不管是剪辑啦，不管是这个调色啦，声音啦，不过啦，我总是觉得啦，把时间去花在影片的品质，倒不如我把时间花在这个医学内容的专业和完善，好不好？因为这个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长。不过最近真的调色和这个剪辑声音应该有改善了，有啊，很努力啦，有啦，真的是有请很多专业的团队进来啦，就是想要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影片品质，更好的声光效果。再来我们看下一个黑粉的留言哦，这个旁边的人为啥每次都要死不活的，小黑看得很痛苦啊，还有人说辣妹才是流量密码好吗？都是一些婶婶俗婆，流量烂不是没有原因。谁呀？坏死了！这个真的是我们频道的错，好不好？对对对，是。来，我们站一排，好好的道个歉，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对不起，是我要死不活。对不起，我不是辣妹。干什么东西呀？啊，流量密码是辣妹，是真理裤，是比基尼，难道我会不知道吗？啊，这一台啊，别的没有，就是有一身傲骨，好不好？难道我们是一个会被现实妥协的男人吗？啊，明天就帮我发通告，林香，林莎，奎丁，全部找来。我再来下一个哈，说这个讲话流里流气的啊，医生惊叹号问号。混混流氓还差不多。医生呢，不一定是要这个地中海秃头啊，或者是很无聊啊，八股个半死，你们才会觉得说这个医生呢，医术很高明。有时候风趣一点啊，幽默一点，接地气一些，才是最真实没有距离的样子。这样子讲一些最难最艰深的医学也可能才进得去你的心。不过的确这个我承认，好不好？老大是确实没有什么气质。不过以前我是在这个诊间看诊的时候，是绝对会把这个耳环拿掉，讲话也会稍微文雅一点，专业一点，这尽量是做什么像什么，好不好？今年底啦，我们是有考虑要回去重新当医生，到时候再来看看我是不是这个很专业，还是像流氓，好不好？再来下一题这个是最近的11天前的，好不好？话说老大，有人说你很像兵马俑吗？后面还刮胡，这是称赞啊？哪里有很像啊？你们看看啊，还敢说是称赞？有很像吗？你们看有很像吗？好啦，以上啊，你们这些有建设性的指教以及没有建设性的谩骂啊，老大都算是心领啦，真的是这三年来你们的留言啊，我是尽量这个都有在看啦，真的是又好笑又好气啊。那哪一则你有最走心吗？那绝对是公益的那一则啊，留这种言的基本上你就是这个垃圾，好不好？绝对会下地狱，拔舌头啊，这个拔阴茎，好不好？这个无论如何啦，未来还是请大家多多这个指教。